火焰的铁锅上新了，三四的，三六的，三八的，多功能锅，三款随便你选。它是一个多功能锅，它可以煎、炒、卤、炖都没得问题。而且也说，它这种平底设计，边边是弧度的，它不同于平底锅，也不同于我们的圆底锅。它可以炒，为啥子？它的高度够，它可以炖，是不是？它的敞口吃火锅的也很方便。这三口锅都是铸铁材质，铸铁锅最大的好处啥呢？坚韧，随便啥子锅铲，随便啥子钢丝球，随便起。好，这三口锅在电磁炉上面还是燃气炉上面都敞开的用，要得要不得，你拿回去搞了再说噻，巴适的板。